吃早餐喽！今天我们吃卤粉，还有牛肉，一人一片啊。这是大胖的，这边是我的，你们没意见吧？这么点肉够谁吃的？这是什么条件啊？有肉吃的不错了。嗯，那我的分给你可以了吧？我们平时这么欺负表哥，表哥还对我们这么好，我还是把肉还给他吧。你们两个快吃完了吧？快吃完了我就放心了。你别再过分了。问守信，应该表哥先选。哪会不开你脑？这一撮毛，怕是有点自然卷吧？这个苦瓜，怕是有点苦吧？这个三个骨头。啊、看我干什么？我没有偷吃，那就选你了。平安，你先选。他两个都进退，你想吃猪食呀？哼！好不容易选对一次。这个肯定是龙虾区，我就选这个龙虾，龙虾，龙虾，肉嘞！哼，也好不到哪去吧。哼，哎，就剩个苦瓜了。哎哎哎！没想到苦瓜里面还有肉哦。来尝一下我做的早餐。哎，今天怎么可以吃肉？我俩这么能吃吗？开饭喽！预备！今天慢点吃，我洗碗。不是献殷勤，我看你就不像什么好。想什么自己拿、啊、那我来分析一下，吃个饭不磨磨唧唧嘞、啊、傻子嘛傻子嘛傻子嘛，这个蛋还搞那么神神秘秘嘞、啊、这个锅里有点野蛮哦，鲍鱼壳又想钓鱼，这个香菜嘛肯定要上水晶，就选你了，选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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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哈哈哈，手机这么好呀，嘿嘿，没想到呀，看
我的肉肉肉肉、啊、为什么是洋葱？惹你的水性也不好呀。越嫌我越生气，他敢和我对着理。吃饭喽，洗是洗碗，喝什么管、啊、是先吃洗碗哦。今天不用洗碗了，先干为敬啊。慢点水，今天有洗碗。弄啊！不吵吵吵！咦，表哥，你先选。做人不要看表面，这个香香辣辣，还是这个适合我的口味。多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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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叫香辣肚汁，又想坑我？这么大个骨头，是谁啃得这么干净？看我干什么？我没吃。这个辣椒嘛，你看就符合我的口味嘛。你吃来有么厉害？辣椒，辣椒，辣椒，吃辣椒！嘿，真的是辣椒啊！这骨头，肉肉肉！哈哈，我说了我没偷吃吗？不是生姜，不是生姜，不是生姜！我就知道又是生姜，快点吃吧你！越嫌我越生气，他敢和我对着理。今天表哥不在，谁是最后谁洗碗？哎，翠花。